你家离公司远吗？很远，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多小时呢。坐公共汽车太慢了，你怎么不开车？开车也不快，路上车太多了。你家离公司远吗？很远，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多小时呢。坐公共汽车太慢了，你怎么不开车？开车也不快，路上车太多了。